有四豆，在里面完成早餐的制作与食用，但不能吵醒他。如果范丞丞一开始被吵醒，但只要不离开床，即为获胜。走。啊，我羡慕他可以在他屋做饭，完了还不能让他醒，这太容易了。丞丞这会儿要如果真睡着呢，那确实醒不了。这是早饭啊，从来也没吃过这么丰盛啊。生的，生鸡蛋呢，自己做。成在哪儿？成在自己屋里。他昨天这么走过来的。是吗？走这么远啊。 Morning。哟，都收到卡了哈，收到了。大喜啊，录着呢，大喜。妈，哥呀，这个东北来的花大姐。请大家抽一下你们要使用的早餐。随便抽吧，嗯，来吧。哇呀妈呀！这是啥？我这好，美味便携小蛋汤，能饱吗？还你这好。啊，油条，我这已经好了吧？我是油条，热情酸汤粉，暖你一整天，酸汤粉。煎蛋，你这也好，油条，你这啥？吐司，吐司，咱能加点鸡蛋吗？鸡蛋这儿呢，这能煎。行。哇，这生鸡蛋，我以为煮熟了。静婷，你还得煎蛋。我倒上他屋躺会儿。走吧，进去吧。走吧，去。斌哥，哎，你吃的是吐司吗？嗯，我给你转。我给你换吧，我也是油条。行。这么黑呀、啊，不开灯吗？干嘛？给他眼睛蒙上，把灯开上。太黑了，这绝对行不了。是行不了，怎么还上人身上呢？等等啊！睡吧，孩子，睡，接着睡啊，把眼睛盖上，哎，好了，睡。门关。这咋？眼睛，一些眼镜儿。这个弟弟啊，其实可朴实了。隐形眼镜，你看，隐形眼镜睡这儿来了。嗯，留着待会用是吧？哎呦，小点声，小点声。他起不来。不是那外星生物是吧？这灯给我开成这样，我兄弟。假装没醒，刚那怕什么？假装没醒。
该敲还是得敲。程程啊，你怎么睡食堂了呢？睡食堂。我说实话，没见你面就真看不清楚你们在干嘛，但我都能远程的闻到这个蛋味儿。你都多幸福了，你睡会儿吧。我现在恨不得我自己是你。要不咱一块儿集体躺着躺会儿？集体就不太好了。你的任务不会是陪我躺一宿吧？不是，我头疼。我真困啊。安静静音吃早餐。小童，小童上，一下就摁住了，压了。快给他摁住，快给他摁住。为何行此大礼啊？醒了，程程，我们这么小声，我们都没敢出声。还没出声、啊、就油崩了几下蛋。这玩意儿最大声就你这个节奏。开水开水开水，慢点儿。嫂子，还有人要洗澡啊。谁能给我找点裤子？我裤子主要是现在不在我身上，在你身上呢，挂你身上了。你别骑了，你穿裤子干什么呀？你穿裤子干什么？把裤子给我拿走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他下不了床，只要把这个给锁住。你真的这么觉得吗？不看啊，没事，让他起来，咱这个收视率这东西啊，越高越好，没头。啊，你躺下，我给你做饭吃。那个贾哥、贾兵哥给你做那个糖心蛋。你是看到了这块熟了是咋的了？我就跟你俩真的是。他要起呀，他要起呀。啊，制止他，把箱子拿走。这样，弟弟乖，躺下，哥给你做喂嘴边去。好嘞，这成、挺乖。这也是一招。对，只要他能够躺那儿，我给你放边上。好嘞，你拿出去小心点，别掉了啊。就在这儿呢啊。哥，你说你多辛苦，还得喂嘴边去。成，你只要不起来啊，你要只要不起来，你就要啥哥给你整，你躺着就完了啊。多朴实，真的啊。多少天也不洗头。隐形眼镜眼镜在床单贴着呢。早上起来吃个东西也不刷牙。这期能上爱豆背后的故事。多苦啊，这还来牛奶吗？牛奶来一个，来一个吧。
哎，我也喝一个。能给我拿一奶吗？你不起来就拿。不起来啊。不起啊。出差。待遇这么好啊，真的。哎呀。我也想躺。躺着我啥也干不了。像生病了似的。喂嘴里。嘴嘴够。用拍一拍不？感觉旁边得拍一拍，哄睡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别噎着。走啊！哥，什么？能给我拿两副隐形眼镜吗？来，让你给他拿两副隐形眼镜。只配任务了，没成掉啊！昨天晚上。哥，给你拿去。啊！我拿。我起了。嗯。他说你不拿他就起了，怎么你俩挺远吗？听不着都对方，还得需要翻译。哥，你给我拿副隐形眼镜呗，看不见啊，想看你。什么？这耳戴帽子呢？咋？你的任务是不能离开这个座吗？确实，这个任务应该给你啊，哥。真是不能离开那椅子呀。我有我自己的规划，每天早上泡吗？我有我自己的难处。咱几个从进来就没离开过这地方，确实。姐，你也是不能离开那椅子。可不嘛，这今天都给任务了。啊？吃早餐，吃东西时分贝大于60，则会受到其他队伍的软棒攻击。每队一人吃完计算成功，最终用时最短的队伍可获得80电量。我跟谁一波都行，我只是不跟小童一波。为啥？那大碎嘴子。好，那大家现在组合一下。咋组啊？那这看面相啊。那就不那就啊这样呗，那就这样呗，顺着来呗，按座位。哎呦呦呦，两个美女一组，跟小孙子在一起。那么挑战组坐在腾哥和玛丽姐的这个位置上，其他人站起来围着他们用软棒。哦，你们这软棒太软了。哟，钢筋都在里面呢。要不要试一试？太软了，这个。马丽，声咋这么大呢？太吓人了！欢迎仪式哈，再一次欢迎。啊、哦，那行。哎呀，还是腾哥够意思呀！节目组都没舍得在咱俩身上花钱。这使劲抡也疼啊，挺疼的，这真的痛，挺疼的，也不用那么使劲啊，哥，我打，多恨呢。那能不能这样？就是脾气不好的，咱不玩了，行不行？我退出。哪组咱们先开始？那就那个玛丽，你俩先开始吧。不，你也起来啊！我起来。你也起来啊！长辈嘛。那看看咱长辈让哪个晚辈先开始。连我们呢？程程。小白，你俩吧，啊，你俩先开始吧。甭管这个，这炸鸡不出声很难呀。来，先拿镜，准备。好，我们准备开始，3、2、1 ，Go。俩人好像当过贼，吃的太细了，不算。
嘴里了。吃黄瓜了，吃黄瓜了，他吃黄瓜了。82了。这不是我，哥，你咋的？你一会儿不吃吗？你下手这么狠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你呢。哎呀，69了，69了，哥，哎呀妈，太脆生了，这一会儿你不吃我都揍你。我玩完这一趴我就下班了。哎呦，哎呦我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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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反正也是挨揍，不能自暴自弃啊！记住了，记住了，看那小眼神呗，看那眼神。60有点高了，咱们适当往下呗。吃完了，这都是我干的得罪人的事儿，没事吧，弟弟？接棒，接棒，就完全别磕着手，别磕着，别撒气，这还这干这个还气的，你看，来，没事吧？接地了啊，接地接地。关键腾哥，你两个都招，你两个都招，你就不好受。我不是不是我就是我这人就这么真实，就这么真实。弟弟们，你哥教你们做人就是要真实啊。明白了。就找红枣说的，哥就吃了，崩你！不晕过去不行，完事儿。来，差你们这点真是。来吧，什么时候开始啊？160。哎，不是，现在都过了，没开始呢，没开始呢。哥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62，85，这一直没下100呢，快赶紧！我不知道以为多大腕来了呢，明了多少枪啊这是！趁这块你赶紧爬了两口啊，给我打岔气儿，这里有了，这里。看见了还？你怎么连自己人都打呢？哥，你不能所有人都得罪。你快吃，你快吃，我才能吃。这帮孩子，嫉恶如仇的你。不就是最近吃的多了点吗？至于被打成这样啊？小童，要不你自己举着。
大嘴给打出来。怎么我没吐啊？吐面了，你这是。我没吐，给打吐面了，你这是。一会儿我们是换个碗啊，可不用这碗啊。要造反了，这是要造反了。夏彤已经吃完了，一碗造完了。孩子，再吃点苹果，营养均衡。汤都喝了，汤都喝完了。啥时候人缘这么好呢？那个下一把能不能咱四个一起来啊？这是看真馋真饿，这是哎呦我天！一块儿吧，哥，吃完了这桌客人，我们得翻台了。这个不用换，这个我们没动，就把这个面换一份就行了。不，我吐，我这是吐在碗里了。哦，我不干净了，哥，错了，不拿块石头。放弃了已经，女婿。我在这儿试试刀。三二一 ，go！ 等一下，我暂停一下。不是，我说。操了！哦，不是操你，哥，我错了。玛丽，你安全了。咱是咱他们那户了。来吧。麦瑞，吃。看看我哥，打我！啊！快，就这个机会就一碗汤了，快！我饱了，哥。好。吃饱了，一碗面。玛丽老师和金晨老师是用时最短的哦，获得了80电量，恭喜恭喜！小榜发生物，限时5分钟进行躲藏。好，播放音乐时，飞蛾可随意活动，音乐暂停则原地静止。蝙蝠组需蒙住双眼，对飞蛾进行搜捕，抓住飞蛾5秒，并喊出它的名字，视为猎捕成功。好。好，那请更新装备。哎呦，真吵啊！太吵了，这太吵了，真的。他可以这么？哎，这像不像鸡妈妈？你跟你那衣服还挺配。哎呀，你怎么像猪八戒似的？八戒，脖子上面，我听不着，系脖子上面，咱们我听不着，玩游戏呢，搁这儿。走 ，Go！ 就这屋躲啊？我这往哪躲呀？就这么大个屋啊？就这呀？咋整啊？从我这儿看很奇怪。太难了，太挑战自己。
不行。这没啥藏的啊，哈。没啥的，就是躲草洞。开始吧，赶紧的，我们也不藏，快点的吧。太气了。我们俩就是他们的克星。我们就是把所有人抓了。对，很容易的。来个例子，这儿吧，摸就行。你看啊，摸出谁叫出名字，对吧？嗯。金晨和丽姐很好辨认，对吧？嗯、女生，腾哥、斌哥很好辨认。然后程程和静晴，对，那个衣服是稍微带麻面的，静晴那衣服薄。嗯，没了。嗯，可以。然后没事，只要是男生，咱们直接抱住，抱就行。好，时间到了，咱们可以带你这儿。咱们俩不管怎么，咱俩就一起走。对。进，往里进。哦，好，好，给你们关门。哦，那你呢？我给你关门。那你去哪儿啊？我还进去，去吧。这门没关啊。那我现在关行吗？你别赖行吗？好了，开始。大头，来，来，走。你也先动，他可以动，咱们现在可以动，咱们那。为什么现在要抓他？我们就确定方位，大概感觉把手打开。为什么没有声音？哇！这个沙发不能坐人，你去那边。好。这个，哎，没有。地毯是谁？你等他俩后来。这个沙发后面肯定有人，你去那边来。好，来，沙发后面肯定有人。好，来，就这样。沙发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，没有，没有。这是左边窗帘啊，左边窗帘，这是谁？你吗？这是我。好，我们走右边窗帘。走右边窗帘。对，这边来。我这是电视吧？这是画。没有，这也没有人。这没有人。来，音乐停了，走，快动，走，快动。哎，明哥，你们走，三四五，好，我也没动啊。哦，开始了。哎，小头，没有人。谁？他们能动了。他们哎。哎，斌哥，我给我抓到了，我在原地没动，我怎么了？斌哥，你不能这样剩下，斌哥。好。斌哥，你就厕没动，你就厕所待会儿行吗？那只有斌哥呀，怎么只有斌哥？小童哈，这后面肯定有人，你去那边来。我们俩就是他们的克星。
沈老师吗？啊。啊，沈老师。啊，那没。那这个呢？摄像头，别动，有人，别动，这是老师。等会儿，等一会儿，这是干什么林，这是。来来来，来。这就是摄影老师吗？不是，不是摄影老师。哎，这有个尖叫鸡。等会儿，哎，后面有人。哎，哎，哎，小细胳膊，金晨。小细胳膊。小细胳膊，小细胳膊，金晨。金晨，你挺瘦啊。二瘦三四，哎，五。你让我觉得这个干湿分离里面特别大。是，金晨淘汰。我就说里面有个关门肯定有。我老听到丽姐在笑，但又没人。哎哎哎！我到，走走，我都没动，怕耽误你们事。哎哎哎哎哎哎！你啊，听声音，真的，我们学习一下蝙蝠，听一下声音。这兵哥，对对对对，我这单脚实在是，我们真的听一下声音，应该能够。不是，他们没有人了呀，关键是没有人。我刚听到。这有一个，这有一个，这绝对有一个，我听见了，听见那个裤子的声了、啊。拉裤子，不是裤子，那个速干裤的声。呀，哇，我怎么听到外面有尖叫鸡的声音？后面肯定有人，你去那边拦。好，沈老师，沈老师在，沈老师在，这里面屋里我记得有两个吧，两位沈老师。这蹲马桶上一个呢，怎么？哪？这是程程吧？对。回动，嘿。对对对，三二一，范丞丞。再见。哎，这马桶上也行啊。现在很好抓吧？还有腾哥，经常抓腾哥，腾哥丽姐静婷，但是腾哥很狡猾，静婷是不出声的那种。对，静，等会儿这有一个，我哎呀，哥，你能不吧嘴啊？我喘气行吗？没有音乐了，没有音乐了。是这样的，腾哥不好抓，腾哥很狡猾，腾哥觉得有点无外，他是点无外，我听到外边都有声音了。那腾哥耍赖了，导演，那腾哥耍赖了，导演。哎哎哎哎！我，嘿嘿，嘿，嘿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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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哪儿？刚才有一个，刚才有一个，我，不是。
这李姐，李姐是李姐不是。皇上啊，我告诉你，这李姐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太烦人了！你不来我也不能陪你了。不是，我在那待好好的，程程拿那个鸡把人引过去了。我们就音乐不动的不响的时候，我们扫荡。静婷真的不好抓，对，因为他特别安静。他在沙发底下吗？沙发呢？我转向，我转向了啊！沙发在哪儿？在这，沙发在这，这是我，旁边是程程。来来来，这是谁？这是我。啊。上了吗？静婷，谁？是吗？蝙蝠飞蛾体验结束。我觉得静婷可以算赢了。静婷绝对是赢了。这算赢了，你看后面。啊！浪子，你摘了摘了，看看。好。对，我有。太帅了。我摸了你多少次？啊，我摸了很多次。你说声音老师行了？是不是你一直在那里边？你俩都摸到他了。完，你俩自己放去啊，声音老师啊。厉害吧？可以啊。静婷可以。可以。有点聪明劲儿了啊。有点东西。可以可以。我那地儿多安全，真是。你在哪儿啊，程程？躺在那个沙发背上。这不我说。程程，把你俩引过去了，拿那个鸡叫。不想让你好。来吧，起来吧。不像是我的，对，不是，我是最注意的。我哥那两下啊，我哥被我害完以后，从那儿翻下来那两下，有点杰森斯坦森的样子。我跟你讲，腾哥，为什么绝对练娘？那一刻，我觉得腰椎啊、颈椎啊都没问题。小童，你最伤我的是摸到腾哥的时候，你说丽姐吧，摸半天。主要是我没，还生气的。当我的脾气，我宁可被抓，我也得骂他一顿。大哥，好，来来，兵哥又是兵哥打头阵。咱们下去的方式是背着洞，背对洞口，慢慢退，退到边。退到最边缘的时候坐下来，坐下来往后躺就可以。哇！他说背对着，这样坐下去，那多吓人呢！哦，那就跟我那会儿拍戏，就在水里面躺着下，哦，老吓人了。哥，你真勇敢！我先打个样啊，打个样，哥，一把握是吧？哎呦，就可以走了。别别。往下退，兵哥，坐，加油！哎呀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坐，加油！哎，走了！哎，走了！哎，走了！哎呦我的天哪！我的天！嗨，爸爸！哇！哎呀，兵哥是真虎啊！哎，我老美了，他咋啥都敢？哇！怎么下的？这个套来呀，得劲儿，得劲儿。哎，这挺好玩哎，很好玩，我觉得。太吓人了。这个我不太行，这个。哦。哎，就这一下子有点。有人上吗？没人上，我来了。你来吧，你来吧。那我来了。哎，可以，等会儿还得拴绳呢。哦，我知道要拴绳，你把我吓一跳。这个他那一下还是有点吓人啊。咋了？
关键他背对着，这个太恐怖了。这还挺爽的。哇，这个是有点刺激啊，这个我心跳梆梆的。我现在也是，我现在这脑子上有点充血。哎呀，妈，我手都凉了。小白哥，加油加油！刚子，走喽！哟吼！哇！哎，好爽啊，好爽！我这一刻我都怀疑他是不是个野人。我来吧，你来吗？你哎，我这个够紧吗？够紧吗？那我先来。哎呀，大喜胆儿挺大呀。哎呦，你忘了吗？跟个男孩似的。大喜是胆儿大还是厌世来了？我应该抓哪儿吗？等一下，一会儿我想试试，如果不系安全带，我就这么。加油！哇！哇！挺好，挺好。这胆儿挺大的。哇！我也想试试，试试呗，试试呗，走。我觉得挺刺激。啊！你们仨就是我们团队最勇敢的三位，其余都不行。但又就是又菜又想玩，啊、对，又菜又想玩，就是特想感受一下，但是又不敢。上吧呗，那我上。上吧，我上。荡到一半，把绳给拆开。感觉这边的应该心里安全一点。是吗？为啥呀？那这边感觉离这边近。加油，小白！加油！哎呀！你想不想试试？就是在这打架呢，是不是又有点痒？对对对，我也是。姐，这样，就你俩要都玩索道，我就玩；你俩有一个不行，我就搭伴跟你俩下去。玩吧，都来了，来都来了，整吧。你来啊，丽。来吧。腿咋打掉了呢？敢去！加油！加油，丽姐！哎，我天哪，不行啊，心脏有点跳得太快了。我也在跳。我一点一点下，是不是也行？对，先站住，我先把你把安全措施做好。哎呦，不行啊，我太害怕了。没事，丽，你放心吧。我握哪儿啊，教练？丽姐啊，你这样啊，你下去之后，你到那个终点的时候，你要是觉得还行，你告诉我，你就喊一声，你就喊一声。要不行，你喊两声。我真的，双手握一把。啊，过去已经这样了。加油！一咬牙一跺脚。好，先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慢慢推，加油！我蹦极都是人家给我踹下去的。你还玩过蹦极呢？好多年，十几年前了。哇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哇，不行！
行不行不行。丽丽，玛丽。丽丽，加油！加油！不行啊！啊！不，你这上香来了，你这是？我害怕啊！加油，来吧！一点也不害怕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妈呀！你这一下，姐姐，你这闭眼往后一蹬，你这不是露营节目吗？你干啥呀？这是啊！姐，你就闭眼往后一蹬，征服大自然。教练，你帮帮我呀！站起来，我站不起来，站起来，往后稍稍，往后稍稍，你帮我，你往边，你往边，我真的不行。我这我也帮不上忙，我也不敢走过去。姐，你先站下，你别卡着屁股。我不行，我坐着下行吗？你先走到边上，要不卡屁股。让他吞到边吧，他走是走不是走不到边了。先蹬起来。我蹬不起来，我腿是软的。哎呀！给你扔下去！一、三、二、加油！教练，一、走走走走，这板板腿踢下去，走。都到边上了，挂了个边，别别掉了，放松放松放松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很慢很慢，最规矩的滑回去，这方向都没改， Mary 太有效果了。听到了，绝对不是演出来的声音，太吓人了！哎呀，过来就好了。我站不直腿，都抖了。爽吧，太棒了，太爽了吧，一点方向都没改啊。哥，我是教练把我扔下来的。姐姐，你比他们规矩了很多。我是人家把我扔下来的，我这手还抖呢，你看。丽姐已经没声了，她已经出不来声了，别等待那一声两声了。那这边你还右边啊？我都行。左边啊？我都行。你想最后一下，想现在下？我最后一个下的话，我有可能我就走了。那你先，我怕我磨叽你，我怕我磨叽你。走，1.92米大小伙子。面对我检查一下你的装备。我呀，要算了。没事没事，你玛丽都克服了，他就恐高的人都克服了，加油，小童。哎，慢慢。这是怎么滑的这玩意儿？三二一，夸！我就这么下去。小童，你跳一下。三二一，走，站住！三二一，走，站住！等一会儿。哎呦，你这把我吓着了。不喊还好啊，一喊回去了。等一会儿，我马上啊。
弹。他这快啊，他那一下弹的有点猛啊。哇，爽不爽？小童已经晕过去了吧，他没声了都。小童你怎么不喊啊？咋了？这么一大只，这么一大只。下来就好了。我腿真的软。来吧，腾腾哥哥，腾哥，腾哥来，走吧，教练呢？我不下去了。我不下去了。我不下去了。我不是，我真不下去了。腾哥，特别好玩。你们先去吃吧。你们先去吃火锅吧。没事，我们都在这等你，你不下来我们就不吃了。我绕过去。下来吧，怎么那么怂啊？我不下去了，这都不敢玩。对，尝尝，好像你没太有资格说这个呀。这是你第一个下来的。他们会不会瞧不起我呀？来呗，我帮你检查装备。你穿我衣服下去。我们都有点恐高，但今天还好呀。我，你看我这机器开没开？要不我白下去了。开了啊！加油！直接跳下来！腾哥，你躺下来，你站着躺下来。来了，这儿握吗？这儿不用。你飞下来。还是都握着。教练，就这样。绳给解了吧。好了吗？能走了吗？好了。随时可以走了。来了。别靠边。自己给自己做思想工作。有。他往后退了几步。爽吗，腾哥？哎呀，真爽！我看你还助跑了。哎呀，腾哥，你太狠了，你怎么还飞跑呢？哎呦，这也太帅了啊！开玩笑呢。再来一次。不来，不来，太牛了啊！哎呦，呦呦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呦呦，玩挺花花，助跑下来。这太帅，助跑下。真帅，助跑也干了啊！我们都以为你得半天能下来呢。不行，我看。前面你们把戏都演得这么足了，我也没法再磨叽了。都拆了吧，帽子也可以摘了。不是，我这个不知道谁给我掉包了，这玩意儿每次下来还薅我头一下。哎呀妈呀，这发现在你这头型就是平底锅。限时120秒，两组都完成后统计成功的提数，胜利组全员增加50电量，失败组要完成一轮内部投票，选出一个人进入公布秘密的危险名单。通过今天的比拼，我们将选出3个人被公开秘密。好，那么请大家开始准备。咱们四个一队来吧。对，你们先开始吧。对，那腾哥多少是得你猜吧，我们仨话。行啊，但我们四个如果要是投票，第一轮输了，就是第几轮输的话，必须把你投出去。对，因为你猜，你猜不出来自己找原因。你们是一个队的吗？一个团队吗？我听着不太像啊。咱5个人一会儿吧。行，你们仨，你们仨画吧。画完了，让鬼猜。好。
子就位，盆下面就位。哥，你往前点偏了，再往右一点，再往右一点。我都听你们摆布，反正。再往左一点，一步。再一点。再一小步。听见吗？腾哥，腾哥。什么？别说。不行，音量绝对太小了，他都听见我喊他了，不行。少少。哎呦，啥也听不见，也别这么大声了，脑浆子都。哇，先画个像云朵似的，先画朵云。嗯，这呵，好家伙。 OK， 这像个山。这是什么呀？地图吗？王八。画四条腿。一条。哎，往这边点，往这边点。两条，三条，四条 ，OK。猪，哎，他猜出来是猪了。他猜是猪，画个脸。这画毛，画他那个画个绵羊的毛，画个尾巴。全是点子，是，全是主意。这个腾哥要猜出来，绝对作弊了。你们三个能告诉我，你们是写实还是写意吗？等会，画那个画尾巴是个卷的尾巴。还要写啊？我们画几个，在那个身上画几个那个小圆圈呢，就是那个勾勾。来，勾勾。有点难，这小圆圈。这完了，又离初中越来越远了。这是你的放弃了，我感觉。这是啥？内脏就不用画了。这竖着来一道，就给他画一个像脸似的。竖着。二一。哎呦，答错了，下一题。腾哥，你先猜一下吧，这个。猜一下这个是啥？画的多像啊，那形状。上面有俩驼峰。叫 camel。这个叫喵。喵吗？画的是？你前天还说要喝人汤呢。绵羊，山羊。绵羊。那你们画内脏干嘛？那是毛啊，毛。卷儿毛有那么展现的吗？天哪，那是毛啊！直接画的是毛毯呢，你那是。好，我们换下一题。不换人吗？可一个人砸吗？我去吧。哎，咱仨先玩一圈，看能不能依着这个转起来。依着这个转起来。往出来还要转圈。你往那边，你往这边，看看能不能转。小白小造型贼像漫画人物。慢点。高兴了，哥哥。那我知道了。高兴了。那我知道了，这个不能转。开始吗？音乐给上了吗？换首歌呗。这还挑？你们组的事儿太多了。换首，来吧。三二。开始，先说怎么画什么，上面那个小伞，画一个上面的伞，画哪个蘑菇？金针菇还是平菇？平菇啊，瞪住了，先小白使劲儿啊，使劲儿，小白松劲儿，再使劲儿，哎，有点意思，喂，这还是个动物吗？不，还是动物。先画杆，画一个，画腿了，是动物就行。哎，落地，落一半。小白再往回来一点，小白再往回来一点。你们起不动，走。这人脾气不好啊。你们就绷住劲儿，完了我找落点。哥，你别那么较劲。好，走。蘑菇。在蘑菇的菌。你是我的，他是我的，他是我的，他我是他的，我这是，我听不见呐，我这不在演吗？君涛，我扭一下，我你直接掐一下，完了什么色儿？君涛，什么色儿？君涛。
心疼我们。你是哪伙的哥啊？对，什么什么色儿？什么色儿？还有什么？军。什么色儿？颜色？颜色？紫。君子。君子是什么呀？菌子。菌子呀。南方叫法，这南方说法，菌子也能听懂，但是想不到这个词儿。对对，这很难想，这南方词儿。我觉得兵哥反应贼快，他指他衣服，对对对对，所以他们这份应该给你一半。是，他们干不过咱们，你慢慢来吧。哎呦，这个难猜，谁来主笔？你来主笔，来呀、啊，特简单。你成功了。我这个不好，我只会画蘑菇。刚才也是凑巧了。是不是来微信了？声小了。画呀，嘛呢，三贝？画呀！我们先画身体，再画脖子。先画个椭圆吧，先画个头。头是椭圆吗？不是，不画头。哎，时间在一点点流逝。啊、先画身子。来吧，身子脖子。来吧，来吧。S 是 S 吗 ？S。往回蹬点，叫声劲。哎哎哎哎！有点了，出来了。有点了。画个屁股，翘起来。翘起来。哎，画两个小脚。啊，这身子就画完了。这是个，这往我这走，往我这走。小脚不好画。对、哎，然后画身子，把身子圆圆圆。这个这个，把身子圆上。那边。啊，完了。完了。这完了。画个翅膀。翅膀咋画啊？就画括号。不是，往上扬，往上扬。不是。这哪是翅膀啊，这是鹅掐腰。三贝醒醒，翅膀是这样的。小童，你那个垫儿拿坐好了。那边这边来坐下。小童，沈老师，脚往你的鞋上了，不能踩，不能往回不能踩纸。这还，我天哪，我这这什么意思？这还翅膀压的。三个字，大，你的脑子一片空。大飞机，大胸肌，大胸肌。嗨，大白鸡，有叫大白鸡的吗？白斩鸡，大白鹅，哟，娘，这是你比划我猜。咱组输不了，我就画一横，然后我比划。行，我可以。这谁能看出来是个大白鹅？谁？他能猜出是个大白鹅？你够，拿下来吧，到时候给个特写。哦，还是怪腾哥吧，这把腾哥投出去结束。我还行。看你在那最较劲儿，不让人画，就凭你们仨这画画，咱都不知道这是齐白石的还是谁的，还是这明显是毕加索的。三高，来下面吧，高下面。哎呦，怎么这一换题底下笑了？这是什么呀？能先给我普及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吗？我头皮那屑是圆的，它这是方的圈，头皮上有一个大方圈。是这样，说谁长了个旋，长了个方旋。啊，那个旋。我们画一个头发，要不就直接画方框，然后中间画个旋不就行了吗？中间画旋是不对的，先画个方，完了在方的外边填满了头发，这是方旋。这要商量这么久吗？这题，咱们先画方，先画方。三二一，开始。落，你落。绳都不要有，你落呀！我再落，我这都再落，都下楼了。没墨了。不，那我手都拿破了。放。走。放。对，给。回。拉。放。重新换一个，画个叉，把这个画叉打掉。不是这个啊，不是这个。这是不是这个啊，不是这个，纯粹拉
往城楼那边。忙活啥呢？来来，就往后面，往这不是，先往我这拉一扇，人一扇。我告诉你，都绷直了，绷直了，绷直了，叫下下下，先往我这拉，往我这走，往我这走，别内讧，往我这走，还没内讧呢，还没内讧呢。我告诉你。往他那儿走的时候，咱俩不放劲儿，是他使劲儿，是我使劲才能用上劲儿，明白了吗？来，再来，这个也不要了，擦。水都这么用完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呀，一定是团队的这种，你平时积攒的这种情谊啊。他们这是窝里斗的，这种。叫上叫上去吧。别傻了吧唧，一下叫死了。放落，别使劲啊。哎，直了！哎，小彤，小彤使劲！小彤了！哎呦，我的！哎呦，一起下！哎呦 ，OK OK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炫，这就是炫，这个就是炫。现在画头发，小彤一直拉，小彤一直拉。板寸呢？这是啊，拉个长点的，大点拉着。这往哪猜？这是啥？底下是个脸，底下是个脸啊！这也太难画了，哥，你说着，就画个圆，画个圆。画眼睛，画眼睛。这脸，哎，眉毛，鼻子，哎，这谁能猜出来？猜，不能停，猜就猜。几个字啊？俩字儿。OK 了，已经很完美了，这个很完美了，还打。画嘴，这个特点是什么？哥，先画嘴，先别比划，别赖咱。方块，哎，方的平头，上一期。哎妈呀！说实话，方旋儿真有点记不得，这太难了。方旋儿，这个特征没抓住哦。我觉得头疼哥可以，头疼，不是你是不是我们就说窗里面画个旋，你非不停，非得画头发。爸，你现在拿笔画。我知道你画的这个。爸，我看谁能明白。你画的这个啊，你画吧。你画这个对吧？啊、画这个，这不就能猜出来了方旋吗？这不腰饼吗？不是，但哥你这个画的确实有点难。不是，它是这个。哦。旋一个嘛。一个字一个图啊，对，哥，你比划吧。行，小白猜，好，可以。啊，这个来，这个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，这个太简单了，送分题。先来烟囱啊，横，然后这边那个对，走。哎呦，老丁头，一个老丁头，欠我俩球。不，咱也插来，来插。这个不对，再来一个。先来个圆。圆，来，对，好。中间再画个圆。哎，鸳鸯了，行。几个字？两个字。俩字啊。这整的没用呢。冒烟呢？往上冒烟，对，冒烟。不是，烟拽直，拽直。还有15秒是吧？再画烟，真像。再画烟。这个老丁头长大了，这真香。三毛，哎，三毛，很接近了。对啊，先画个烟囱，完了一个圆儿，完底下一个弧，烟囱就是俩数。来，给我压着来啊！看我来啊！坐下，哥，坐着，哥。哥，这是啥呀，哥？这越来越像。哎呀，你仨是真聪明。牛角。就是我们没找到用笔，你知道吗？火锅，啥？火锅？作弊了？没有，这能猜出来是火锅？对了，你告诉我这怎么猜出来是火锅的？我给你们讲一下，这个是火锅的鸳鸯锅的中间线。对，这个是一个锅。对。然后我感觉这个有点像辣椒，螺丝椒。好了，别解释了。赢就赢了，行了。这个像螺丝椒，不跟他们解释。对了，就是对了。他们解释啥？这就是团队的默契，没办法，团队默契，羡慕吗？画个老丁头能猜到火锅，就是默契。你想怎么整？
气人就是。这就是默契。对，太气人了，太气人了。哇，这个好难呀！哎呀，这个太简单了。这个，那个，咱先画个花。哦。再像个花。画个花。画花，画花。画梅花吧。画个梅花来。这直接画结果，这个最无聊。花瓣。哎，花瓣。花。哎。花。第二个字是花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一个几个字，三个太能不能不比划哥？能不能不比？咱你们刚才不是比划吗？梅花没有花。花脚啊，梅花鹿。你们这样，你们把笔放下吧。有花吗？有花吗？这跟梅花真有关系吗？这不是脚吗？这是哪个脚？这是胯底下的脚还是脑袋上面的脚？大喜，咱下来别说话，容易露怯。这话挺好，话挺好。该谁了？我觉得兵哥一猜就能猜对，兵哥细节控，够呛。细节控？你们画这玩意儿有细节吗？他控谁去？哎呦，这是什么品种？哎呦，哎。我知道了，画脸，画两个东西，咱们画两个东西。你们画一个东西画准确了，我就算你们赢。都不用猜，能把那东西给我画出来，我就算你们赢。哎，我们先画个兔子，好画，两个大耳朵，是不是？好好好好好可以可以。我从这边让兵哥从这么看啊。等会儿再换一个。这样这样，就耳朵没画完呢。他们到现在都没掌握怎么画能画好。你除了那个蘑菇，说实话，其他画的也够呛。可以可以，哎呀，好香啊！天，兔子，鼠兔，鼠兔，这怎么？兵哥后面长眼了。我跟你说，咱们猜说放的是歌，他们猜说放的是导演的提醒。这能猜出来属兔来？对呀，哥，刚才那个方炫提醒了我，他这里整的玩意儿全是咱玩过的，细节控，真细节控。来吧来吧，我以为我的美术底子就够吓人的了呢，你们都是毕加索的好学生。俩字啊，俩字儿啊，俩字儿，俩字儿，拉先拉过去嘛，先拉一条直的。银河，落九天，银河能猜出来银河。茄子，走拉直。菜刀，这边。倒是一直在。锯，弓箭。再画下来。好，上那边。能不能画上去？盲猜呀。甩出水，甩出水，甩出水。你想象，使点劲儿。好，来继续。这是什么呀？铁丝网，这是。然后这边，来来来。哎呀！钢丝球。我决定第一个字儿。吊。哎，这是第一个啊。吊床。哎。团队的默契，这默契完胜吧，完胜就愿赌服输就完了啊。但是我就让人家观众看看他们的画画功底。看看，好好看看，得从我们这边拍啊。吊床是这边的视角啊，裤子是这边的视角啊。选择投出一位，我吧，没事，你啊，是的，你也行，无所谓，腾哥就先要我，你啊，无所谓，多义气啊，
挑逗意思。学学脚步吧，学学脚步。石头剪刀，这也混赖呀、啊，明着赖。去吧去吧，快点快点。石头剪刀布。你还有，你不用这只手、啊。我这只啊。OK OK。来，哪个手？你哪个手？就伸出来。行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几把的？一把。一把。行，那小童来，小童来。干嘛？凭什么没有你啊？凭什么呀？哎，都放这儿。石头剪刀布。我看你俩，你俩落水狗，落水狗，继续。我怎么感觉我不太吃香？吃的能不？吃的能不？天选之子，没办法了，跟我俩没关系。怎么怎么没啥？你没玩啊？你俩没参与这游戏啊？是一伙的吗？那咱为什么不能一起拾捡了不呢？开始，那你吃亏了。你好赖，玩两次，谁到了？我就一次机会。真是、啊。那第一个就是我的公布，啊、我还倒血没了，跟你说。倒血没了，怎么都能走到我这儿？就拐弯。那我公布行，我希望咱组下一把还是让腾哥输，好吧？你们赢不了了，为什么呢？三个人了。我已经公布了，我就和稀泥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小童说的很对，对吧？小童就是我活不了，你们也别想活。有道理。这个节目啊，我就发现通过你们这个，从人们现在就出发，改成谁也别想好。哎呀，这游戏真能看着团队的力量有多重要啊！心齐心和。是。Hello， 我看到大家这个游戏非常精彩啊。那我们还有新的一个内容，也跟染布有关系。我们依然要分成两组，大家这个分组还变吗？不变了，不变了，不变了，变。我们手心手背吧。黑白配，对，行。手心手背。背。你怎么还变呢？这玩意儿也变？我就跟你一组。你说这组这人，哎呀。手心手背。不行，多了一个，不行。4v4永远也不会。现在比如说就我仨，完你们再有一个单的就出来。那我们不去，我们不去。我不太愿意去那边。你看你们不愿意跟腾哥，我愿意跟。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小叔先出去啊。行。手心手背。我们仨，咱仨先出来。你仨先出去。好。手心手背。好，你晨晨，交给你了。哎，我的这个懂不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好，那我们要知道，刚才我们说了，写字用的是树枝，那么染布用的是一种植物，它叫板蓝，它们的根呢都能提炼出这种蓝色的染料。当地很多老百姓用来染布的，当然他们也会用它的这个叶子呀、根呀来进行平常的一些疾病的预防。我们现在呢要完成一个跟染色有关的一个内容。我们两组呢各有不同颜色的板蓝球，每组一人呢持水枪进行防护，其余三人在音乐播放时根据指定动作前往对方阵营抢球，被水枪击中者需退回起点，最终板蓝球最多的一组获胜，每人将获得50电量。数量较少的一组投出一人，公布一个秘密。我们一定赢。谁射？我滋吧。你滋。我滋。程程，你怎么着？我可以把眼镜给你，要不然先排一局，下把你射。行。哎，我们是给他们设定动作对吧？他们给咱设定。你们先限定我们吧。不，你们限定我们。我们看你们的尺度，我们再决定你们的尺度。我们也看看你们的尺度。那个玛丽是这样的，玛丽是仰泳过来的。不是玛丽姐滋，玛丽姐滋。啊，你滋的。
我可以侧手翻。那你前桥，你还知道前桥呢？哎呦我天哪！你开玩笑，艺术世家。哎呀呀！哎呀呀！今晚上不会就是这个秘密吧？是吹牛的秘密是吧？轱辘毛吧，轱辘毛行。前轱辘毛和那个哪个安全一点？都不危险。你说实话，你还挺暖心。那你就是一个前轱辘毛，一个侧手翻。揍他！行不行？行，行，行。哎，金晨，你平转行吗？哎，可以，可以。小白也有舞蹈功底啊，对吧？对。听谁说的？这事儿都。可以，你跳着那 Queen Card 的来。这么说的。小白，你就那什么 popping 过来。请问你那个 popping 是怎么的？这么就来了啊？ popping 就这个。这个是 locking 吧？ locking 吗？还艺术世家 locking 都不知道。摔死。那我们出了啊？你出吧。刚子，你有形体功底吗？我没有。漂亮，你仰泳过来，好吧？咱们不那个不默许，到咱那个斌哥了。可以，难度大点，没毛病。这样吧，斌哥这么走吧。行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可以。来，那么该大活了，有大活。大活，赶紧想一想，腾哥。大活，腾哥。腾哥。这样吧，腾哥，你劈着叉过来。怎么样？一个劈叉，完了之后一个后轱辘毛，一个劈叉，一个后轱辘毛。你是怎么的？那个找着新搭档了？这不都在这儿呢吗？阿丽呀，想弄死你哥呀！这是。哟，哥哥，你给我们出题的时候，可比我们狠多了。我就这样，我不支腰，我不支腰走过去。你趴着过来吧。这样的。行不行？这老累了啊！不是你趴着，像成成那样，就趴着，趴地下。欧阳锋啊，趴一下，这样的。趴一下，对对，趴一下，趴一下，趴一下，对，往前走，啊、往前走，对，就这么走，就这么就行。你颈椎也不行，腰也不行，我们现在只能用你两个胳膊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吧。我发现人家怎么的都还站立的，我们都是爬行的，这是。对，他甩着，静婷甩着手就来了。我跟你说，擦玻璃就直接。哎，小心，小心。太快了。我们对抗你了，静婷。可快了。好，枪手带镜。我这一把都让你们变成阿凡达。飞回去。哇，哎呀。快走快走。快走啊！知道了就得回到原点吧。这个面积太大，我飞，飞，飞，还有谁？
有谁？还有谁？他给我出资的，姐姐姐，没事，我自己不算。姐姐姐，姐姐，姐姐姐，姐姐，没人过来，我先来。都资我呗。人家后边有一个地下，拿到一个，是我姐。哎，这都刺死了！还你，还你！再给我翻，再给我翻！我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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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贼，我贼！哎，月婷！哎，月婷！哎，月婷！有谁？有有有！谁？还有谁？你这样，咱仨一起上。哎，一个，仨一起上。如果他知道前面那个，马上后面那个就补上。好。来，走。快上，拿。哎。哎呦我天哪！哎。没有，我放回去。太可怕了，怎么到？
天，太可怕了。你这办法好啊。不是你，你没水了。回去。我跑我姐，我跑我姐，快拿走了，都吃了。回去，我拿到了。姐，腾哥正在往你正方面前进。腾哥，正方面。这。你的十二点半方向。十二点半。那是十一点半。这儿啊。OK。这儿啊。快到了，告诉我啊。他还有两米。哎呀，凉快不？全呲我方旋上了！哎呀，凉快不？哎，回去！哎呀，回去了。我在这修这个呢。兵哥在那儿。在哪？他已经脱离了战场，在导演组那儿，他要准备往这进攻。差这一步我就过来了，我跟你说。为什么没找到你？往里看，这兜都准备好了。
哥，没看见，实在是看不着人。行，我先跟程程清算一下，你们清算你们的。你俩，哎呀，小白这个都是你滋的。为啥呢？我站这我还没出发，我说哎。我要转圈儿。咱们几个，咱是赢了不？他们咋这么多呢？怎么拿回来这么多呀？对呀、啊。咱们呢？我们四个。啥？我们才四个？你们队四个？那边十五个。那你滋啥呢？我一直在滋。不是你滋的滋的不对。我滋的太好了。你问问小白，你看小白让我给滋成什么样了？你看他给我滋的，我洗了把脸。哎呀，蓝姐，这巨蓝现在，眼都睁不开。主要是你一个球没拿，你知道吗？跟我有啥关系啊？我说实话，我从我那眼镜里看，从你在这躺着半个小时，我都不知道。你光看我了，可不是吗？我是余光看见的。我嘎嘎滋，嘎嘎滋，拿回去办光去，人家。真有意思，那我们把你，那我们选择投你。你责任最大，投谁呀、啊、你？你在这躺半个小时。他们对呀、啊，这个关系呀、啊，哎呀。这样吧，十六全部公平公正，我不同意。你看，十六全部这个腾哥研究过。我们来投票吧。啊，投票，举手投票，每人一票。投刚子的三二一举手。我不投刚子。投兵哥的三二一举手。投腾哥的三二一举手。成成啊！还用举吗？石头剪布吧。来，石头剪刀。石头剪刀布。哎，三局两胜。三局两胜啊！来，石头剪刀，石头剪刀布 ，OK， 一百一。石头剪刀，石头剪刀，石头剪刀布，还是五局三胜啊！石头剪刀布。OK， 六局四胜，二平，先二平，二平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布，哎，三把都没变，哥，行，我可以，但如果我下把，如果我们再输的话，我必须拉你下水。好，来，来，哎，腾哥射呀，我，来吧，你们谁来？大喜，行，来。我过不去姐，没事儿，你换个动作吧。腾哥，新的一轮了，我可以换个动作。换个什么？你那个动作行不行？可以啊，你可以换我动作。好，咱们要不要给他换个动作啊？可以。他们队张大嘴，爬只能张着嘴爬。行，那我们就给你用那个动作了，尝尝。哪个？躺着张嘴爬。OK， 我们所有人都用张嘴爬仰着来 ，OK， 仰着拍不到表情吧？都朝镜头，这样，太吓人了。我接了，那丽姐来这个，那我就这么来吧，行吗？大草蛇呀，对呀、啊，我匍匐，那我侧影。哎，什么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戴上我眼镜。收吧，收吧，收吧。这谁呀？把球给我放过来。不行。Let's go。Thank you.
防守，防守。枪口上了还跑呢，我想自尝一下人呢。裁判，裁判！我有两把枪，你干嘛非拿一把？在哪呢？来了，来了，来！那把枪呢？那把枪。来。这儿，小童在你背后。这儿。干嘛？这儿来，下边屁股后边，对，好，回去吧。哎，什么队友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下把如果我们再输的话，我必须拉你下水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，知道。拿走，拿走。拿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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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下把如果我们再输的话，我必须拉你下水。游戏可以结束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所有的球都拿回来了。啊！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咱筐丢了。你这把呀，不弄你都没辙。你不是你到过彼岸吗？我一直在彼岸。你运回来过一个球吗？我当然。你问兵哥我运没运过球？兵哥我运过球吧？运俩。这把腾哥全国，你知道全部球都没了。不是我每人都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他们还在跑。说实话，你这个就是纯狡辩。那我们得感谢人家程程啊。啊？听说把你们的筐给我们了。你把筐拿过去的？程程是你把筐给运过去的？没有，不是。我拿的。
气儿。我没，别滋我了，别滋我了。程程打小方向感就不好。你这个叛徒。谢谢你。来，一二三，同意程程出去的举手。我不已经出去了吗？我已经出去了。还得有一个，同意他出去两遍的举手。把我的老底儿揭透是吧？那没办法了，这投刚子的举手。嗯。咋突然间？我。哎呦！突然间。刚子，你明白了吧？来，投腾哥的举手。来。两票，二比二对二，你再拉一次票吧。拉一次票。那如果要是平票的话，只能带上对面了。想带带咱行，咱举腾哥。腾哥是这样的，咱们本来就八个人嘛，我们也参与了这个游戏。既然你们分不出胜负呢，我们四个投票。来，投刚子的举手。我都不投你。投兵哥的举手。全票打飞腾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我知道我今晚我可能要做顿饭，谢谢大家啊。我们就是心疼你，怕你太累。哎呀，行，那就我俩了呗，现在。还有小童。还有小童，我们仨。那你仨单挑啊？我们仨挑没啥意义了。挑别人，咱们仨挑别人。行。空扁担挑战。我们的食材卡都挂在扁带上方，挑战者需站在扁带上取下食材卡，所拿即所得。哎呀，这么一看真高啊！我真是不行。啊！别这样做不舒服。什么都能疼，别折了一会儿啊！不会，兵哥加油，兵哥，来吧，兵哥是敢死队的，我都给你搂来得了，兵哥加油，兵哥加油！哇，哟呼，呦呦呦！啊，这啥？蛋饺。管他是啥，全都拿来吧。那是谁？小白哥，不怕吗？小白可以啊，小白挺好，挺好，挺稳当的。小白好稳呐、啊！那你俩上去干啥去啊？都拿完了。我给你留两个。我们先在原地试一下，看一下我们手牵手能不能一起走。他俩准备玩个票啊，玩票是吧？不是这，不是这，我得看看去。三二一，走！我的天哪！肯定不行，拉倒吧。可以。哇，可以，来来来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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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 ，yes yes， 我们蹲一点蹲一点，更，我跟你讲，不行了，再往那儿就走了，你相信我，你先别往那儿走，你等等我，慢点慢点，你往下蹲一点，稍微蹲一点。抓吧，让你们弄的感觉这个东西很轻松一样。我敢站在旁边，今天我已经破天荒了。贼简单，一点都不难。你看我们俩都真不难，两个人都敢这么玩。
就是你要克服底下那个深度，其实没事，你试一下吧，都来了。你们姐俩去吧，你们姐俩。谁姐俩？谁姐俩？你们俩呀？你跟大喜，你去吧，哥。你试一下。你来都来了，你瞅下面特别爽，而且你这么蹭着，你哪怕走一半回来都行，你试一下嘛。Warning！ 程程，不可能！程程，不可能！你试一下嘛！你都来了，来我试试。哎，来都来了。程程，敢不敢？不可能！突破一下自己。绝不！来了，不可能，哥哥！走进大自然，亲近大自然。算了吧，征服大自然，来，来，程程。不了，哥。删微信啊，删微信。删那假号是吧？别人没卸呢啊！加油，加油，腾哥！加油！是你最棒的！腾哥，腾哥！加油，腾哥！加油，腾哥！加油！哈哈！哎呀，演奏家！哎呀！啊！我成功了！下来吧，完事了。加油，小心点啊！可以可以，加油加油！哥，你拿那个脚心蹭那个地方走，对，慢慢一步出来。摇的，这小伙行啊！哎呀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哎呦我天哪！不，这绳子都这么松呢，让他们拉的。那么多人上了，当然松了。他们都蹦了多少回了？讲实话，就看背影都看出喜剧感了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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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大马猴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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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啊，牛！哎呀，牛啊牛！走，回去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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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棒。这我手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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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必须得来把范儿来来来来行好